Hello，小朋友们好，我是瓜哥，欢迎瓜视频。然后今天的话，我们来到了一个小镇生活的地方。现在我们在一个房间里，地上有好多这个应该叫粉饼盒吧？这么多粉饼盒，那这肯定是一个女孩子的家里。哎，不行，我不能进女孩子家里。哎呦，怎么这么冷呀？我只穿了一个熊猫衣呀，这雪都到我脖子了，我都要被埋了，真是冷死我了。没想到这外面居然下大雪了，这边有个超市，进去逛一逛，正好躲躲雪。哎呀，这外面好多大桃子呀，一看就好想吃呀，可惜啊，袋子里没有1毛钱。这边还有生鲜呢，哦，这么多好吃的，还有可乐饮料，太棒了吧，这生活。可惜我没有钱。然后我们到对面这个拉面看看，哟哟，谁这么能才啊，把一碗拉面都摆在这个雪地里啊。哎呀，老板，给我来一碗热腾腾的拉面。哦，小伙子要付钱。哎呀，老板没钱，能不能赊一碗？哎呀，还真能赊一碗拉面啊！老板，你太好了，给你磕头。小伙伴们，你们有没有吃过什么好吃的拉面呢？可以留言告诉我哥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。